那一波是至关重要。我在想，如果我们自己遇到新梅塔，到底要怎么应付？看那破盾能力那么快，感觉是加速吃他吗？还是怎样？法拉，所以新梅塔要配一个射控啊，新梅塔跟我们的坦专心去打他们的坦，他们坦一定会先倒。啊，射控没有法拉就帮忙打坦，有法拉就帮忙牵制法拉。星星跳脸好像无解。如果对面是什么那种星星加上死神那种加路西欧加速一波往脸上冲的新梅塔就没什么用了。我觉得这一次的改版很不错，就是一物克一物，就是没有，就是你出什么，我就会有另外一个来克你，还不错。即将抵达罗马竞技场，准备战斗，选择英雄。谢谢主播被我们车烂了，没有了，我们运气好。那聊天室了，让我帮你把这个光线吸大，怎么样？我会用力帮你输出的。震动吧！站着没开麦？怎么了？酷酷，提醒你一下。正在调整上箭塔位置。小袋鼠。你死了！我看到你身上有白白的，没错。我的启示已经展露光芒。你放到自己身上去了。传送器来了！救命啊！哎，你们推一点吧，剩你们两个人啊，剩你们两个没有。对，保持下去。我可以推，我在推车。你们回来了，走廊就哪一下？走，补下。OK，回来，美女。来了。可以卡，可以卡。来，可以了。直线就买人大线，哎呦，疼哎！谁揍我？是张家强。张博，三 K 你要抢是吗？莫大，行，哎，好痛！我们会送你抵达目的地。道路依然为我敞开，战斗员开始工作了。
是怎样？